好，我是 Niki。 因为我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容易水肿的人，所以呢在我洗完澡的时候啊，我都会搭配乳液，然后边按摩，然后甚至用体刷呢，然后刷刷让自己呢不要那么水肿。接下来的影片里面呢，也会教大家怎么消水肿，然后还有放松哦。大家工作压力比较大，那我们会在颈侧的地方会比较会有肩颈酸痛的问题，那再加上我们的耳侧到我们的颈部这边有很多的淋巴结，所以我们可以加强疏通我们淋巴结的部分。那你可以做停放按压的动作，可以舒缓我们的肩部酸痛的问题。那因为现在大家又使用电脑比较多，那常常都会有手臂比较酸痛的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在手臂按摩的部分呢，你可以再做一个疏通淋巴结的地方。那一样使用产品之后，那可以握拳由手肘到腋窝的方向来做一个疏通淋巴结的按摩动作。如果淋巴阻塞的时候，手臂也会比较有一些脂肪囤积的问题，所以可以加强这样的按摩来纤细我们的手臂。我们腿部的按摩动作呢，是先均匀的涂抹上产品。第一个动作是刷滑，快速的刷滑可以促进我们的循环。那腿部您可以做四个面。好，快速的刷滑结束之后呢，第二个动作就是包压停。那记得注意要在关节处要多停留一下，因为在关节的地方是我们最多淋巴结的地方。那这个动作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循环，帮助代谢。好，第三个动作呢，我们做拉，记得双手要握紧我们的腿部。那从关节一样，从脚踝开始做拉滑的动作，那一样可以促进循环，减少水肿。